日前突然传出汤唯去世，在 Google 搜寻发现汤唯去世占汤唯相关搜寻关键字第一位。内地有网站仲话汤唯在今个月25号去世，写到都不知真定假。而翻查网上资料，去年就有内地传媒传出汤唯退出娱乐圈，仲有内地网站以永别了汤唯为题，惹嚟部分网民误以为汤唯去世，所以都好大机会是假新闻。另外，汤唯近日推出新戏，饰演已故的考古学家死了之后透过人工智能工具和阿女重逢，所以有人就质疑这个传闻是为新戏做宣传。汤唯最为人深刻的作品一定是和梁朝伟合作主演的《色戒》，他们因为在戏里面的床戏太过逼真了，多年来都传出假戏真做。现在汤唯都已经嫁了给韩国导演金泰勇10年，生了个女，这些传闻早就摆在一边了。